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。新的专辑的，我刚刚讲到主打歌这个烦恼嘛，新的专辑就是我，就是，算有我自己觉得有在进阶啦，然后有就是往一个更怎么讲，所有的主题都更大了一点，然后更宏观了一点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就没办法，就一样老了，然后但是。总之呢，就是有各式各样有趣的歌，各式各样都我自己都觉得好像可以拿来当主打歌，所以这可能也是接下来的烦恼。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主打歌会长什么样子，或者这张专辑最后会变成用什么样子的姿态跟大家见面，这样对。然后，而且它还需要一点时间，因为这次我编曲都是，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很不错的乐手团队，然后这些。小屁孩们，他们真的很屁很烦。那些小屁孩们，他们有很多爆发力，有很多想法，然后他们有很多，他们会很多我不会的东西，所以我这次决定把编曲的重任都交给大家，这样。那我自己也有编一部分，只是就是等于是整个团队。但你们也知道，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团体合作这件事情很烦。对，就是我有时候非常讨厌团体合作，因为就是你就要等，你就是要沟通，就是要。看别人的心情，你就是要去跟每一个人讲，对，然后所以就是要花很多时间这样，但是我很相信结果会很好，只是就是可能要让大家等到年底，所以今天听到，希望你们喜欢，然后算你们赚到这样，嘿，好的，接下来就是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然后这首歌叫做《小小的我》，就是送给我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朋友。对，但总之就是，希望大家今天都还开心，然后，期待很快再见面。对，就像我说的，我好像还是之后还是会有一些表演，不一定是在什么地方，但总之就是有一些就是还是得接的表演，对，到时候见。然后还有什么？不知道，还有就是我真的很开心见到大家每一次，那谢谢大家接受这样的我，谢谢大家就是每听我讲这么多废话，然后听我唱歌，然后总是这么专注的看着我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脑袋里在想什么，但我姑且相信你们都很享受OK 耶、yeah.最后一首歌《小小的我》，谢谢。怎么弹啊？我好久没有弹这首歌了。OK。小小的手
吉他，即使地球依然规律的运转，也不可放，因为唱歌好快乐，因为歌声还轻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各位。